易经中有64卦象，而这些看似复杂的卦象其实只包含着两个符号，一个是阴，一个是阳。曾仕强教授在上一讲中说道，伏羲八卦图告诉了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秘密，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。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个阴一个阳。那么什么是阴，什么是阳呢？白天是阳，晚上是阴，天是阳，地是阴，大拇指是阳。那阴呢，四个手指头就叫阴。阴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它才有生命。为什么说中国人是阴阳合一的？又怎么能够证明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呢？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《易经》的奥秘第二集，何为阴阳？现在要讲什么叫阴阳。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晴天算不算阳？哦，大太阳，阳光很明媚，那一定是阳嘛。它出太阳，你自然就感觉到哇，心情很愉快，做事情呢就很奋发。它阳本来就是向外扩张的，它不是向内收缩的，它不是。你看一热起来，大家都是往外去伸张嘛，想多得到一点冷空气嘛。可是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大家就缩了，就开始缩起来，这样才不会受寒嘛。所以一往外张，你知道这是阳；一向内收缩，你知道是阴。慢慢的，我们就把太阳叫做阳，把月亮叫做阴。所以你要看什么时候月亮圆，什么月亮缺，你要看阴历，你不能看阳历，阳历对不准。阴历十五，月一定很圆。一年有十二个十五，十二个月里面哪个月亮最亮？哪一个月？八月十五，月亮很亮的时候，就有点阳的味道。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就很不安宁，所以我们才说这一天是中秋节，大家吃月饼要一家和乐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措施。因为月亮它会引动潮水，它还会牵动我们人的感情，它会。我想我们中国人向自然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。白天是阳，晚上是阴。所以一个人，白天你要精神好，要阳气足，你才能够做事情。到了晚上，你慢慢要阴起来，要让它冷静，然后才可以好睡觉。天是阳，地是阴，有没有人会颠倒呢？大概不会吧。人活着叫做我还在阳间，人死了，对不起，已经归阴了，就叫归阴了。有没有人死了说他归阳呢？有没有归阳呢？那到哪里去呢？死了就归阴嘛，就 很自然的现象了。活着就是阳气要足啊。好，我们看完外面再看看里面，那就更有趣了。你把手伸出来，我问你哪个是阳哪个是阴。手心是阳还是阴？手心是阳啊，没有人手心是阴的啦。手背才是阴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都是肉就表示它归一嘛。你说我不要手背，那 手心也没用，不要手心手背也没用，它阴阳是不能开的。那我们打手心，有没有人说打手背？来，把手背给我打，那很残酷嘛。打手心是爱护他，打手背是折磨他，你看不一样吗？
不是说手被打起来很痛嘛，手心他肉比较多嘛，而且他是动得快嘛，对不对？小孩子要打，哎，伸回来了，这个他弯不了，他前面活动性比较大的叫阳，这活动性比较不厉害的、缓慢的就叫阴。因为像这个人很奇怪，人的脸如果朝这边的话，你那个活动面一定朝这边。没有人说我手心动不了，我手背很厉害。那你手背你要只有抓自己的鼻子嘛，你还能拿东西吗？这非常好的配合了。那这两手哪一手是阴，哪一手是阳？你要都样是手，怎么忽然间又变成有阴有阳？很简单，你常用右手的右手就是阳，比较笨拙的这手就是阴。我是用左手的，那我左手就是阳，这边就是阴，它是相对的。还有更妙的，大拇指是什么？是阳还是阴？大拇指是阳，那阴呢？四个手指头就叫阴。你慢慢又体会到，哦，原来阳就是奇数，阴就是偶数。凡是天底下的数啊，成双成对的偶数的都叫阴，单一的都叫阳，一三五七九都叫阳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头是阳，脚是阴。因为头只有一个，它是奇数，所以叫阳；脚有两只，偶数就叫阴了。你慢慢听到现在，就发现一切都是向自然去学习，我们不再做人为的操作，我们很少。大家有空常做这样的动作，对你身体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为它会使你的全身的经络都带动起来。大自然包罗万象，千奇百怪，如果进行分类的话，将是一个看不到头的天文数字。但是易经却只用了阴阳两个元素，就包含了宇宙的万事万物。人类是自然之子，我们想要了解自然，了解人类自己，可以从了解阴阳开始。那么阴阳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阴阳它不但是相对的，它不但会变动，而且它是不可分割的，这一点是非常难理解，经常会忘记，但是你都在用。因为我们受了太多的现代的教育，都说一切要分得清清楚楚。你看自然怎么分得清楚？我问你，你怎么分得清楚？白天跟晚上你分得清楚吗？你根本分不清楚。白天白天突然间晚了，黑夜黑夜突然间天亮了，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像开灯一样开了关了，没有。哎，今天亮得晚，明天亮得早，它每天多少一点不一样。一切一切它是分不开的，这个是发芽，这个是叶子，哪个是阳哪个是阴？发芽是阳，因为它不断的在成长，这个就变阴。所以要摘啊，摘叶子，不要摘芽，摘芽是不人道的。叶子你采几个没关系嘛，也许你回去还可以替我介绍给别人。那你说你这不对呀、啊？你怎么把这个芽摘下来呢？没有啊，我们讲易经的人不能违反自然啊。这棵是假的，这个才是真的。你真的芽我就不能摘了嘛，一摘就是违反自然。它假的芽，做得很像而已。所以有真就有假，有假必有真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就是阴阳。所以当一个人太强调说我这是千真万确的，就是告诉你不一定是真的。你这样就很清楚了，
要不然他干嘛一再保证？干嘛一再保证？凡是越强调的，就是你内心越虚，你才会讲，否则你根本不用讲。一个很守信用的人不会讲说我是守信用的人，他不会讲，因为这对他来讲已经很习惯了。他就是这里骗哪里骗都不信用，怕你一眼看穿他是骗子，说我从来不骗人，就是常常骗人。他这阴阳是合一的，你学了易经大概不太会上当，就是你两边会兼顾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这是一是奇数，是阳，但是这有几个节，两个节，是不是两个节？叫做阳中有阴，这是偶数，都是三节，阴的反而有三节，阳的只有两节，这么奇怪。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个，你知道这是阳，因为它是奇数，但是这里有两节，叫做阳中有阴。第三个它切不开的，你说我只要大拇指，我不要切两节，那大拇指永远这样，走路也这样，晚上睡觉这样。所以人要刚柔并济，你不能刚到底，你才刚得起来。你有柔才会刚，没有柔你就刚不了，你根本就刚不了。这是偶数，它是阴，但它每一个手指都是三个节，叫做阴中有阳。你再看这个很妙哦，只有一个大拇指，这有四个手指头，但是它们功能是一半一半。你如果大拇指没有了，你要骑摩托车考那就很难，你怎么发动？你怎么发动？你这样怎么发动？你看猴子不如人灵光，就是他的手不灵活嘛。所以有时间多做这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你全身就活络起来，什么末梢神经啊，反正你讲得出来的，他都能给你搞出来。你只要顺服自然，你不必那么操心，不必那么忙碌。你身心都很健康，你可以过很好日子，这才叫易经。它都在你的手掌当中。如果还想进一步，那就更妙了。你算算这有几个节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个，这手也十四个，十四加十四，二十八个，天上有二十八个星宿都在你掌握之中。所以天下大事秀才不出门他都知道了，就是稍微算一算叫做秀里乾坤，这一点不稀奇的东西，只是没有把那个道理说出来，你会觉得很神奇。把道理一说出来，你觉得哎，这个很简单吗？所以要学易经，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学，但是先学道理。你把道理搞通了，你就不会走火入魔嘛，你就不会被人家欺骗，你就不会上当吃亏嘛。由于易经源自远古，又是以这些虽然简单却很难记的符号组成，所以大多数人都很难读懂易经，而某些略知一二的人则利用易经去算命。其实只要我们懂得了易经的道理，易经将不再神秘，我们的人生也将更加智慧。读易经读出很多君子，读易经同样读出很多小人，而且小人很奇怪，他阴中有阳，他活跃的更厉害，你一定要提防。所以我们一方面告诉你，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也是阴阳。各位有没有发现中国人讲话经常是阴阳同时讲的？中国人是全世界唯一的同时讲两句话的人，这句话叫做阳，有听得见吗？这句话叫做阴，我们同时讲两句话。
不以成败论英雄。这里是什么？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看看你不以成败论英雄，试试看，看谁厉害。这句话告诉你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这句话说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最妙的就是礼让为先，当仁不让，这个最厉害。那你说到底要不要让？只有一个答案，看着办。你懂得易经，你完全了解中国人，到今天没有改变。尽管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西方的话，讲了很多现在自以为是的话，都没有用，因为这个是不会改变的，这已经变成我们血液里面的东西，叫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基因。你完全了解中文，它是阴阳合一的，它是阴阳合一。阴阳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观念，但是它实在是内涵太多，不容易完全去体会。因此呢，我们首先也提出三个重点，请大家参考。第一个重点，阴阳是相对的，如果没有相对，你就不知道哪个是阴哪个是阳。头是阴是阳，要看你怎么说嘛。头跟脚相对，那头就是阳，脚就是阴，有相对才有阴阳，不是绝对的说这个一定是阴，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阴阳会变动，阴的会变阳，阳的会变阴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一那么重要？一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久久还是要归一嘛，你再怎么长久去改变，最后还是归一的。一就是原点。阴阳它是相对的，它会变动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它是分不开的，有阴就有阳，跑不掉，叫做合一。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太大了。你看我们中国人想事情都是合起来想，我们很少像西方那样分开来看，我们很少。尤其是分科教育，越分越碎，分到最后支离破碎，只有知识而丧失了智慧。所以我们现在口口声声要科技整合，科技整合始终做不出来，就是分科以后分得出去收不回来，这一分了以后你就很麻烦了。你去看医生，他问你你挂什么科，糟糕了，我又不医生，我怎么挂什么科，然后治了半天才说你搞错了，你应该看这里才对。中国人没有，中国人就是找医生，他通才，他会告诉你你这是哪里引起来的。因为全身是一个整体系统，不可分割的。而且更妙的就是我们会针灸。我在英国的时候，很多英国同学一听到针灸他就害怕，怎么拿针往身上乱插呢？那有些医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那个针灸是没有道理的。我说为什么没有道理？他说你针血管，那血不流出来吗？我说我们不会针血管。那你针骨头根本针不进去，那谁会针骨头呢？那针肉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说我们这些都不针，我们专针一种你们不懂的东西，叫经络。他一听经络他是傻掉了，因为你全身解剖找不到经络，经络是你活着的时候才有，你一死他气门闭了，经络就没有了。所以有阳就有阴，有虚就有实，有看得见的就有看不见的，有摸得着的就摸不着的。你看天上的飞机，它能随便飞吗？那怎么可以？它有航道，可是你去看航道在哪里啊？汽车的轨道我看得到啊，
航道看得到，航道是气飞机飞的时候它就有航道，飞机不飞的它航道就不见了，那就是天上的经络。不要相信一句话说我亲眼看到我才相信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眼睛所看的非常非常有限，非常非常有限。西方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在带动经济迅猛发展了几百年之后，遇到了环境污染、经济危机等许多解不开的难题，于是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提出要学习东方古老的智慧。这是一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图，那么这张图代表了什么意思，又蕴含着哪些中国古老的智慧呢？西方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在带动经济迅猛发展了几百年之后，遇到了环境污染、经济危机等许多解不开的难题，于是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提出要学习东方古老的智慧。这是一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图，那么这张图代表了什么意思，又蕴含着哪些中国古老的智慧呢？傅西士他看看天，看看自己，看看四方八面，他是不是悟出一个什么东西来？这个图叫什么图？你叫它太极图，好像也对也不对；你叫它两仪图，又好像也对也不对。这个图是后代的人用心去体会伏羲八卦，然后他把它画出来的，告诉我们几件事情。一个，它是圆的，为什么不搞成方的呢？为什么这个图要搞成圆的不搞成方的？因为圆的东西啊，它容易变动。你看所有的车轮都是圆的，你说不行，我这部车子比较特别，我的轮子就是要方的，那你就开不动了，你开不动活该了。第二个呢，宇宙一切一切都要求圆满，不要去伤害别人。你看圆的东西最不容易伤害别人，一个有棱有角的人经常跟人家吵架，所以一定要圆。可是圆不是圆滑，我们现在一想到圆就想到圆滑就完蛋，绝对不可以圆滑，但是一定要圆通。同时他又告诉我们，世界上不可能全阳也不可能全阴，不可能，因为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，世界上只有男人，人类也毁灭了；世界上只有女人，人类也不见了。你要生生不息，它必定要阴阳互动。所以一句话了，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，你千万不要嫉恶如仇，坏人是杀不死的，好人也死不光，你放心，他永远有好人，他永远有坏人，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。你不能要求太理想，你不能完全走实际的路。慢慢大家会发现阳它是代表一种理想，人生一定要有理想。但是阴呢，就是脚踏实地，你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兑现，去把它实践出来。大家听到现在你会发现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个阴一个阳，但是这一根阴一根阳就是一个。所以我现在问你，阴阳是一还是二？阴阳到底是一还是二？这是非常有趣的事，说一也不对，说二也不对，
都不对。这个答案是中国人很能接受，但是外国人很排斥的，叫做一一一二，也是一也是二，因为它一分为二，一定要二合为一。现在的欠缺是一分为二以后，他不知道回补，他不知道回补。一在先，二在后。你看你走路啊，你是两只脚一直跳出去，那不跟僵尸一样，对不对？阴阴阴，那僵尸嘛，僵尸归阴了，所以哎哎哎，人活着当然一直推一直推吧，这个阳阳阳阳，是不是这样？我问你们，阳在先，阴在后。但这句话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就是男尊女卑，重男轻女。在易经的阴阳学说中，天是阳，地是阴，男人是阳，女人是阴。而在八卦图中，纯阳卦在上，纯阴卦在下，于是就有人说这标志着男尊女卑。其实这是对阴阳学说的错误理解。那么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呢？你看天高高在上，地低低在下，就不能是事实。但是天就比地尊贵吗？有吗？你没有地有天有什么用？那没有天有地有什么用？它是相对的，它是不能和不能离开的。为什么月球上面没有人？为什么地球上面有人？什么道理？地球最大的功能就是我们这块土地它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天牢牢地拉住，你不要跟我跑掉，因为你是我的丈夫，你跑掉我怎么办？可这门课没有修啊，你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班都没有上这门课。地靠什么去拉住天？就靠地心引力而已，他还不说话吧。所以你看妈妈就是地，她不说话，爸爸都听她的。你一说话爸爸就不反感了，你说那么多，你不说我都听你的，很奇怪。因为大地她不说话，结果老天都听她的，就是她懂得把天捧得高高的，你是天，你是我的夫君，她就做牛做马。女性同胞懂得易经，你就知道把男人哄一哄，捧得高高的，他一辈子为你做牛做马。但这门学问我们都没有，都失传了。合一的意思就是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他才有生命。完全是阳没有用，所以一个人你看脾气很阴，阴到底最后是气死了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不能做什么。这样各位才知道我们中国练身体很少像西方练到有肌肉的，我们很少。中国练都是练内脏，要让它健康，外面无所谓，叫做外柔内刚。胳膊伸出来，这边是阳，这边是阴，所以你打自己敲自己，这边敲得重一点，这边你千万不使劲，一使劲微血管就出血了，对不对？像这些道理都是很自然的，它有阳必有阴，不可能两边都阳，两边都阳就弯不进来的吧。所以中国人学了很多，就是说胳膊无论如何要向内弯，你胳膊向外弯试试看，就断了。它是一体两面，如影随形。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就是阴阳两个符号的排列组合，但是这两个非常简单的符号却组合出了这么多卦象。我们学习易经时最大的困惑就是记不住这些卦，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组合。那么学习易经时是不是一定要背住这些卦？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读懂易经呢？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就是阴阳两个符号的排列组合，
但是这两个非常简单的符号却组合出了这么多卦象。我们学习易经时最大的困惑就是记不住这些卦，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组合。那么学习易经时是不是一定要背住这些卦？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读懂易经呢？因为我学易经比较晚，我不像很多人十几岁就开始学易经，所以我不太主张用背的。人家问我为什么不背，我说那背错了怎么办，记错了怎么办，那不糟糕了？这个脑筋现在又记得太多东西，你整天背那个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。因为它是宝典，宝典就是让你查的嘛，你要用去查就好了，干嘛老放在脑袋里面干什么？可是你不背，不背久了以后你就记住了，那记住多少算多少才叫自然。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回生两回熟嘛，你不用背，你根本不用背，你就要记住它的道理，你自然会画得出来。我们会有一次让大家自己来画八卦图，不用背，你一画就是八卦图。下面我们先看这个表，这是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你看太极这四个字非常重要，叫做一阴一阳，就是也是阴也是阳，也有阴也有阳。记住一句话，阴阳永远分不开，一分开就麻烦了。你看一画开天，天里面有阴有阳，这边有阳这边就有阴。我先说一句话，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，这个就叫中，上面就叫华。我们为什么叫中华？我们为什么万变不离其中？就是变来变去离不开太极，你怎么变都可以，就是太极不能变。中就是你要守住中道。中国人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，肤色什么什么血统，我们都不管，我们只在乎你脑海里面有没有这个宗旨，有没有这个宗旨。只要没有这个宗旨，你长得再像中国人，我们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中国人，因为他脑筋已经没有中了。荷兰人到现在还说中不中，中中中，中就可以了。他是最了解中华文化的。然后你上出去，你不管到天涯海角，你到哪里穿什么衣服过什么日子都不在乎，我们只在乎你脑海里面有没有易经这套系统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叫中国是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的中间呢、啊，因为我们很自大，不会那样，那不可能的、啊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哪里是中心，所以也不知道哪里是中心。不要用字面上去解释事情。那中是什么呢？这句话我们要好好讲了。中国人之所以叫中国，就是因为他一定要中，而中就是太极。太极是什么？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总源头。孔子有一次讲说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大家都很熟悉，是不是？吾道一以贯之。那个一是什么？就是太极。我所讲的道理，通通是太极这个系统一路讲下来的。对于孔子所说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这句话，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。而曾仕强教授认为，这个一就是太极。那么，这个解释有什么根据吗？而太极和阴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中，就是仁，就是太极。发出去可以讲中恕，什么讲一大堆都可以，收回来就是一个仁字。仁，其实仁就是阴阳，这边仁偏是阳，这边两化是阴。最古老的人字是一竖两横，就是一阳一阴，这是人的古字，它没有这一撇，这边就是阳，这边就是阴。写的时候你看
把阴写到这边来叫做女，把阳写到那边去叫做子。一阴一阳就是男女好合。其实很多字啊，它都跟阴阳是有相关的。两性和合就叫人，所以人是做人的基础，你这就很清楚了。这句话就是说，人开始有两个的时候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只有一个人，那你骂谁啊？也没人好骂，只好去工作啊，只好自谋生活啊。有了两个就开始骂了，哎，怎么不提谁呢？我昨天提的，今天该你提的，你看就争吵了。所以从两个人怎么处得好，怎么和谐，这就出发点就出来了。因此我们把它最后归根到夫妇，这个大家好好去想一下，不是从父子开始，是从夫妇开始。夫妇处不好，其他都很难相处。你看全家人睡觉的时候，你去查一查，全家人、彼此之间都有血统关系，只有睡在你旁边那个人没有血统关系，其他人不是父子就是父女就是兄弟就是母女嘛，有血缘关系比较放心吗？不行，有血缘关系你睡那个房间我睡那个房间，那我专挑一个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住在一起，你妙不妙？就告诉你，如果连这个跟你血统不一样的人你都能够相处得好的话，你整个家就齐了，就齐了。一阳一阴就叫人，就叫宗，就叫太极。大家发现一个果仁呢，它栽进去以后，它就会发芽，它就会又长出一个很茂盛的树来，就靠那个人而已。人是最核心的东西，天地万物都有人。这些道理我们慢慢都会把它分析出来，一切一切都是太极。所以我们下一讲次就要讲为什么叫太极，你总讲个道理来嘛。谢谢大家。据现代科学考证，地球是在宇宙大爆炸时诞生的，而7000多年前的伏羲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。他一化开天，代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从一个整体中生发出来的。这个图是后人根据伏羲的阴阳八卦画出来的，它既被称为阴阳图，也被称为太极图。那么太极这个词是从何而来的呢？是孔子说出来的。太极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这个神秘的太极究竟代表着什么呢？太极就是宇宙万物万象共同的基因。那么伏羲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？他又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个秘密记录下来？而太极的概念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？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《易经》的奥秘第三集，何为太极？